我在。云岩正在泡茶，这时师兄道无正好走进来。泡茶是要给谁喝的？有个人要喝。那个想喝的人不会自己来泡吗？啊，因为我刚好在这里啊。得意之人无主客之分，你即是我，我也是你，可以客主分别，也可以反客为主，也可随时合而为一。